做到我，知我哋做埋最后呢一 part 就搞掂啦。上次我俾你嘅支撑，我帮你上一堂先，你请你站住先。 个衰人，为咗派钱，害死我男朋友，而家仲害埋我细佬。佢变咗植物人，瞓喺医院啊！点解要逼我？我只不过系想做个普通人啫。点解你要咁样逼我啊？阿昌，瞄准啲，粒子弹喺前面入啊，喺后边出噶。你有冇叫我老张啊？你冇逼我啊？ 阿昌啊！有冇冤你啊？唔想佢死就放低枪。李浩洋，有个你咁嘅对手都好有意思嘅。不过可惜啦，精心部署最后都要死喺我枪下。边个死喺边个嘅枪下都仲未知。 支枪冇子弹噶，开过枪细嘅就永远都翻唔到转头。记住，唔好入。嚟侦查噶，尽快揾个 O.P. 位嚟掩护下收添。Yes sir。Yes, sir. 其余嘅，睇我嚟。Yes sir。 Go go go！ 嗰啲警察嚟紧，你快啲走。咁你点啊？我会留低阻咗佢哋，等你多啲时间走。多谢。你喺我呢边走，小波会喺嗰边接应你。你小心啲。停啊！
揾到 sniper 未啊 ？sniper 已經走咗，喺路邊發現有車胎痕，應該有人接應佢。呢個就係鷹眼，冇錯。佢殺死我阿爸係死有餘辜，可惜我唔可以親手拉佢，等佢受到法律制裁。而家就更加證明唔到我阿爸清白。今次真系多谢你，起码暂时我唔使提心吊胆。鹰眼虽然已经解决，但红国才仲未死，要处理埋佢，成件事先叫正式完结。呢啲嘢系你男朋友嘅，你攞翻去。所有嘢都系呢笔黑钱引起。系原本都唔属于我，我亦都唔想要。不如你攞走。我今次帮你唔系为咗钱，搵钱我大把方法。咁不如交俾警方。如果你真系想咁做嘅话，我劝你等件事凋淡啲先，咁先冇手尾，咁容易俾人跟。当初我以为我用得着。开枪啊！但原来杀一个人真系唔系咁容易。就算呢个世界杀人唔使填命，我谂我都做唔出。我都系俾翻你。你家知道我系咩人？我谂你以后都唔会当我系朋友，唔会再搵我。你记住，照我咁讲去做，做埋呢件事之后，翻屋企好好冲个凉，瞓翻一觉好嘅，瞓醒就咩事都冇。以后好好地咁照顾你两个细佬妹，过翻啲正常嘅日子。我明白，多谢你。鹰眼虽然死咗，但系笔黑钱仲系下落不明。我相信洪国才唔会就咁就算。佢冇咗笔钱，冇埋个头号杀手，俾人逼到埋墙角。我谂呢单嘢只会越搞越大。但系而家我哋手头上嘅料够唔够钉死佢咧？我有好多关于佢嘅犯罪证据，但系就唔够料钉死佢。佢随时可以搵个大状就打甩晒。咁样我哋奈佢唔何喎。而家我哋只可以做嘅。就係監視住佢，唔好俾佢亂嚟。但係呢一單案另外一個關鍵人物就係黃若玲，佢喺保齡球場做嘅嘢，明顯就同呢單 case 好有關係。基哥，通知葛雲頭嘅夥計，一揾到黃若玲就帶佢翻嚟問話。Yes, madam。阿達，點啊？黃若玲嚟咗，而家出邊。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系黄志文 Mandy， 我系六号六号明啊！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频道呢个 channel 咧，就可以收睇精选嘅 TVB 剧集啦。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近新出咗一条专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嘅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